小东西们第一次出这个产房门啊，饿了哈。看卡莉，这是给卡莉准备的东西哈，结果呢两个小东西一吃，卡莉都不吃了。咱就说母爱吧，那狗也是这样啊。本来卡莉是挺饿的，卡莉给我要吃的，然后我给它弄点吃的哈。别的狗也都在吃，现在结果呢给它弄一盆放这儿，然后两个小狗蹭出来了，出来在那啃，然后这个卡莉也不下嘴了，你看哈。其实你看卡莉就不下嘴，有很多狗是护食的，很多母犬是护食的，包括对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卡莉就没有事。卡莉就那么馋哈，卡莉是馋的想吃啊。你就玩吧，然后这个小狗还吃不动哈。你看馋了，馋了卡莉哈。现在口水哈，口水都出来了，馋了。他就是不跟他们抢啊。你看滴的是口水，那你们看了啊，滴的口水。挺好玩的哈，卡莉。不行，小东西没吃不动这个哈，吃不动，咱给他们换一点。换一点，给你们剁一下吧，剁碎一点啊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剁碎一点，不让吃了，不让吃，不让吃了啊，剁碎一点啊，剁碎了再吃。我端走了，卡莉开始吃了啊。看，你弄碎一点，弄碎一点，别让吃了啊。去，卡莉闪开。好了，奶粉、肉块啊，走到胃口。哎，这样好多了吧？好了，吃不吃这个了？吃这个。这样吃起来容易一点。卡莉在吃了哈，一看小狗狗们吃上了，卡莉也开始吃哈。狗妈妈也这样哈，把好吃的都留给孩子，再在担心看着那两小狗呢。看，还过来再看一下小狗呢。好好吃吧，小狗们。这里边是羊奶粉、钙液和鸡肉啊，块肉。
前段时间小狗们都吃鸡肉泥哈，现在开始快肉了啊。他自己跑一边出去了哈，盯上干呀都，干啥？这俩要干啥？要打了没有？打了啊！哈哈，这个小东西很霸道啊，这个小东西很霸道啊。自己偷偷的吃去了，看力，吃吧，吃点剩的吧，别看了，自己吃吧。